投行就像战场一样，狼留下，羊离开。他呢，是我的漫画男主角。除了担任证券公司的执行董事之外，在业余时间呢，这人还是个赛车发烧友。不管是在职场上还是赛场上，贯彻落实达尔文原则，横行于世，从来都是讲究不计较。如果你们未来进入 MH，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兼爱非攻，上前上头。我想成为 MH 的墨子。投行就像战场一样，狼留下，狼离开。不留恋个你梦到什么了？一脸意犹未尽的样子。这个男人好眼熟。走啊，你把自己画得还挺逼真嘛。什么？我根本没画，怎么会凭空生出来的？不对，那画我怎么好像在哪见过？是梦成真了，还是……不会的，不会，不会的，一定是我疯了。一定要平静，不就是穿越吗？正常的，正常的。我和你就像是蚂蚁和车轮，你慢慢爬行，我滚滚向前。包括跟说话你也在扣正经。推广部呢正在跟进，让这个穿越副本项目组是你画吗？我可能得先交代在这儿了。把童话世纪要引你注意，真的有些像闹情，余力太多余，为难了空气，只能够选择迟疑。你怎么可能适合投行这个斗兽场？不然就去多看看。这声波有多大仇啊？中文的失忆，所有感受都你来说话吗？反正没有定律，反正我选择认命。做女主光芒万丈的样子还是挺爽的，而且男主这么帅，我倒也不亏。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一个只有你这么笨的人才发现不了的秘密。